家需要制备年货的可以过来采购，最好是中午来，因为上午人实在是太多了。对了，记得戴好口罩。再见。这是我们今天削平的东西，现在到小区楼下了，现在准备回去了。我靠，太冷了。嗯，谁？你认识我吗？啊？哎，你是那个？天哪！你的还有没有电？有啊。太好了，来帮我们拍两张。拍照是吧？我看太冷了，然后我就准备。我们俩也觉得太冷了，想速战速决的，但是我们你们带了相机是吧？不是，你们可以用我相机拍也行。我刚想说，我撞我同行了。你知道吗？刚我还以为你认错人了，你知道吧？你不摘口罩，你不摘口罩，我根本就没认出来你。戴口罩跟戴口罩差那么大吗？不是，可能是因为很久，也许很久，然后没见了吧。好冷啊！这是1855的是吧？嗯。哎，你们是用 A 档拍啊？平时啊？嗯，不是，我随便调的，你可以再调。哦、我调着拍。后悔了吧？打什么招呼呢？你这是？等一下，我看看哦。天哪，这种后面是噪点，你们能接受吗？嗯、但是面部的话还行。行。这个曝光。爆的有点厉害，是没有你的好用，你可以用你的拍。那用我的吧。好。但是你发给我原图。可以吗？我可以自己修。可以啊。OK， 对不起，谢谢你。没事。等等等等，OK， 再重新换一个动作呗。然后现在我已经被冻得，然后已经没有思维了，你知道吗？跑这种不太行，你知道吧？跑这种，因为现在晚上，然后快门速度也比较低，然后跑那个动作是吧？可以。我抓拍了几张。你就拍了一张。没有，抓拍了几张。抓拍了几张。可以很好，是吗？很好。有吗？关键是太冷了，没有。我已经。那我随便拍几张，你走吧。不行，太冷了。你们不走吗？我们本来也想在。特别太冷，因为我已经在海边站了一回了，然后看了一回了。我们要给你拍一张吗？不用，太冷了，冷了。你来的目的就是只是为了拍海吗？对，我是因为我新买了一个 Action， 然后来测试一下。没事，有时间可以一起出去拍照。那我的技术可能不太行。那没事吧？他是想拍别人，是吗？我们可以免。你周六休息吗？对，他周日。可以啊，来加个微信，到时候咱们有时间约上一起出去拍照。好呀。
扫我还是不扫你啊？都可以，我扫你吧。行。你后来还在那边干吗？没有，现在我就只有上课。哦，上课是吧？哦，你是做幼师吗？之前是吧？我现在教成年人。都行，反正都是老师，挺好的。都是老师。OK OK。在家待着就上上课。嗯，挺好的。哦，对，赶紧！哎呀，太冷了。对，穿的也太少了。对，因为我是只是想来，然后试一下这个之后，然后就回去了。没想到会这么晚。没想到会碰到我们。我们从今天早上在燕儿岛，从燕儿岛到小麦岛。燕儿岛那边也挺好拍的，小麦岛也很出片。嗯，对，草坪还没有变绿，草坪绿了就好了。对，你平时就喜欢拍照？嗯，对。棒，谢谢。你们住哪边？我住李村那边。你住李村那边？你呢？我住燕儿岛。哦。你住在李村哪儿？我住宝龙。我也住在李村那边。我在啊。313。对，413都可以。幺零二这边不行吗？哎，102，对，102可以。啊，那不到重复的了。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坐313吗？可以啊，313，然后102都可以啊。拜拜，从那边坐。对，从那边坐。好，拜拜。拜拜拜拜。禁止通行。你在哪上班？我在万达那边呢。CBD 啊？嗯。我去，我也在那边上班。我在。我在二。天哪！好真的好巧。哪个站下？你哪个站下？青山路是吧？哦，你还要换乘是吧？对，我们注意乘车安全。哦。前方到站海尔路苗岭路车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做好准备。Dear passengers, thank you for taking bus 313。下面说重点啊，原本我以为去这个劳动局仲裁委员会，立案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之前也没有遇到过。Hello， 大家好，我是 Fly。不知不觉我辞职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时间是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上家公司我为什么会辞职。我入职的这家公司它是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也就是今年的二月中旬然后我才开始成立的。我是2月17号去上的班，做午休的，朝九晚五啊，中午呢还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每个月的15号发工资。就在上个月3月15号呢，我们的工资是人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都发了，当时也没有几个员工。那么就在这个月的4月15号呢，其他员工的都发了，还有我们三个人没发。4月15号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给我说，因为银行那边有点问题，说你今天的工资然后发不到手了。那天刚好是周五嘛，他说最迟下周一应该你就可以拿到工资了。他当时这么一说嘛，然后其实我也是有人稍微怀疑的。因为为什么说稍微怀疑呢？因为其他的员工然后工资都到账了，然后就我们三个的然后还不能到账。
其实当时办工资卡的时候，都是一起办的，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过来，一起给我们办了工资卡，所以说也是同一家银，都是同一家银行的，其他员工都发了，为什么我们的发不了呢？是不是？又不是说，有好几家银行，不同的银行，对吧？这我也可以理解。当时我听了他这么一个说辞，我是觉得，不太可信的啊，可以这么说。然后后来又到周一的时候呢，工资不还是没到账嘛，没到账，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然后给老板，老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银行那边反正还没弄好，就是那边的问题，他说再过两天，过两天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又等到了周三，因为周三那天没到账嘛，我就觉得老板说的话挺不靠谱的，他可能是就是故意想拖工资，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靠谱的，所以说我就提出了辞职，然后我觉得在那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你上个月的工资要不到，都还没到手，你在那干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然后我就有那种想法了，我准备第二天去仲裁他。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跟我说，能不能再宽限的几天？他说，到月底发给我，也就是四月底发给我。我说不行，那时间太长了，对吧？然后他又说了一大堆废话，他就说26号给我，也就是昨天一天他也没给我。然后，昨天上午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信息了，他说啊，能不能再宽限他两天？然后我说这个月月底给我。其实我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都不会再相信他说的话了，挺不靠谱的，真的挺不靠谱的。然后呢，今天上午我就去那个市北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然后做了个登记，做了登记之后呢，然后就问我就是，公司的名字叫什么，然后有没有注册，知道不知道，就是公司的信息啊。然后报了之后呢，人家那边就查出来，然后给了你一张表，然后把你的这个，请求，然后写在一张表上面，人家有一个模板，然后你按照那个模板填就行了。写好了之后呢，就是白纸黑字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在上面签了个名。人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先调解啊，就是他们那边调解。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在10个工作日内他还没有不给你工资的话，你到时候就可以就是申请就是仲裁。当然了，仲裁的时间比较长啊，60天之内，然后会出这个仲裁结果。我这么一想也行啊，就先调解。调解的话是他们那边来调解，就是律师会给老板打电话，然后来调解，然后就是说看能不能让他发工资。当然了，我觉得人家那边律师给我们老板打电话来协调，跟我跟老板打电话来协调，那种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我也希望就是在这10个工作日之内我能收到我的工资，不用去走这个后面的这种仲裁程序啊。反正老板他不说不给，反正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就挺扯的。如果说你们的老板有拖欠工资，不要怕，或者说没给你交社保，或者说没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没关系，都可以去劳动仲裁局，都会给你解决这些事儿。我觉得你这些问题到那边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当时我去的还是比较早，9点多一点，好像我是第一个人。然后，我填了一张表之后，然后就有一些人过去了，大概有三四个人。然后就去了，就短短的那么几分钟，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青岛这边有很多公司都是拖欠工资的呀？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是在我之前做咖啡师的时候，最后一份工作，那家店吧，虽然说不盈利，但是每个月都会按时发工资啊，真的是不盈利都会按时发工资，因为他知道。不管是发工资就意味着什么，对不对？除非他店不想开了，是不是？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说你以后也遇到此类问题，有老板拖欠工资或者什么劳动纠纷的，大家可以关注我，然后我这边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对不对？你也少走一些弯路，是不是？把我的这个
实战经验，然后分享给你们。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早日拿到工资吧。啊，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啊。今天去保养我的爱车。天哪！你好，斑马。是。打开网易云音乐并播放。好的，来听听今天推荐的歌吧。之前我刚买车的时候呢，然后有发过一期视频，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下面给我留言说，想买这款车，感觉还行，就想问一下，我买车这两个月，然后体验怎么样？就是问我各方面啊，有人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胎噪大呀，或者说这车就是老是电瓶亏电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问题，反正总之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七七八八的问题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然后来说一说，就是我买车这差不多将近五个月的时间，然后我的一些体验吧。首先来说这个电瓶亏电的问题，我记得好像问的是最多的。目前来说我的这个车呢没有遇到过亏电的情况，最长的时间也放就是放一个礼拜吧，放在那没开，然后反正是从来没有亏过电。网上还有人说就是这个胎噪很大，就是胎噪真的不大，跟我朋友那个大众速腾然后比起来，真的我这个不要好太多。因为我买的是中配的，然后我没有买高配，我觉得高配多多少少有点鸡肋吧，有些功能可能略用不太到啊。还有朋友就是说这车的油耗很高，其实我感觉还好，可能是由于我个人，然后这个怎么说来着，采用而不狠吧。因为我觉得首先 CVT 变速箱的它的传动方式不一样啊，动力传输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油门确实不能踩太猛，踩太猛的话会损伤这个变速箱啊，对这个变速箱的这个什么钢带不是太好。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就是专业的，对汽车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啊。一般在市区那边开吧，油耗大概8.5左右吧。如果说开那种就是高速什么的，大概7个油左右。目前这个车呢，我已经跑了4000多公里了，就是11期间，然后去了一趟上海，来回跑了大概2000多公里吧。其实我平时也比较少开，上班的话我一般没开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上班开车的话，特别是早高峰路上还比较堵，还不如坐公共交通坐地铁快一点，然后路上还不堵车比较省心。平时开的确实比较少。进入星海湾路，现在的里程数主要就是跑高速拉起来。哇，这自动洗车，快洗好了。洗好了。好，绿灯亮了。可以看一下，洗的是相当的干净啊。有朋友坐我的车，感觉像电车，因为当时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就是前面这两个大连品是电车的标配，所以说感觉我的车像电车。刚点着火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大连品吧。这个大连品，然后方向盘这里可以切换模式啊，这个应该是切换的，对，看一下啊。对，切换一下就是这种模式了，然后再摁一下就是这种，然后这个是打电话的啊，这边连接蓝牙之后怎么打电话，然后这个是忘记是什么干什么来说，这一方同志收音机
就是切换的啊。对它大比例啊，现在收音机模式。这次是几乎拿出。现在是音乐啊。它这个自带的是酷我音乐，我记得应该是，超级运动模式。这个超级运动模式点亮了之后呢，我对不上焦了。点亮之后，这边会，这会变了啊，这个 Super Sport 啊。Normal 正常。然后其实别的呢，这边呢就是一般就选自动就可以了，然后调节这个后视镜，这就是一键折叠后视镜，啊，自动折叠了，然后再摁一下，自动开了，然后这边就是蓝牙，然后音乐一键播，就是一键触摸的。然后这边是锁车窗的，解锁车窗的，不是解锁车，这个是解锁车门的啊，解锁车门的。然后这边就是正常的话就是自动就行了啊。给大家看看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质感，我也没有带这个方向盘套，这我也不知道是真皮还是什么皮，反正手感还可以。然后这个内侧缝线，看这个内侧缝线，它是一个，这算是什么 O 型吧 ？O 型的方向盘，对。那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旁边的这个副屏，旁边的这个副屏呢，这个就是主开关机这个按键啊，这个是一般在停车状态下，然后长按2秒还是3秒来着，它这个屏就熄了。然后这边就是空调的开关按键。然后这边可以点开直接调，然后这个是那个内循环外循环，我这现在开启了自动，这个自动据说是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它自动切换到内循环，就是防止外面的这个汽车尾气进入到车里面啊。然后这个就是直接调这个空调风的大小。我一般调的都比较小啊，然后现在车外的温度是6度，然后空气净化中空气质量24啊，然后这可以调这个各种的这个风的方向啊，然后出的位置啊。一般我是调这个从这个中央排风口然后吹出来的，吹下面的话感觉不太好，那个脚啊。然后前两天我就是把那个下面的这个打开了，直接选这个，然后脚吹得太干了啊，我个人感觉，然后直接这个中央出风口啊，上面的这个就是出气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其他的没啥说的我感觉。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上下调，比如说调温度的啥的。然后这个是双闪啊，双闪。然后这个调风量的大小，然后这个是前窗，然后储物，然后这个是后窗储物，后窗储物，带有这个后视镜加热功能。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几色氛围灯啊，这个，反正播放音乐的时候，它就是会闪的。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窗啊，这个天窗其实我觉得还挺大的。那这边呢就是开关天窗的啊，包括这个黑色的幕布啊，然后我平时也比较少开啊，平时比较少开，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有啊，有时候肯定是会开的，夏天必定会开。然后这是眼镜盒，对，我之前买了一副眼镜，然后我基本都没戴啊。这个眼镜呢为什么没戴，其实我觉得戴上真的有点傻。看看是不是特别傻，我感觉这个橙色的安全带不得不说是非常的骚气啊，朋友都这么说啊。接下来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因为我买的中配嘛，然后带有无线充电。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真的，我当时我朋友，我记得去骑车的那一天，然后回来的路上我朋友的手机没电了，然后我这有无线充电嘛，然后就在我这上面试一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当时他的那个手机是因为没电关机了，充不上，还是其他问题，反正当时就充上电，充了半个多小时，1%的电都没有充上，后来呢，我又研究了一下说明书，就是这个说明书说，因为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不一样啊，这个手机大小也不一样，然后它这个充电无线充电区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说超过那个范围，然后可能就手机充不了电啊，前两天呢，我试了一下我这个手机充电。半个小时充了10%多的电量吧。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无线充电这个功能啊。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么大的区域，我觉得，比我见的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手机这个区域都要大啊。然后我的是这个手机啊，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尺寸，然后我先放上来。现在无线充电是现在已经连上了，是正在充电。然后我们现在比如说往这边放一放，不亮了，对，充不了电了啊！可以看这儿，看这就行了，充不了电了。我们现在再往这边放一放，现在是充电了啊！所以说你看就在这个差不多这个区域啊，就是靠着这里，然后再往这边放一放，也是靠着这个，就别再往这边放一放，现在充不了电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放到中间这个位置，离这有一段距离啊，这是也是可以充电的啊，比如说靠着这个边上啊，靠着这个边上也是可以充电的啊，如果放这充不了电了啊，可以看看啊，现在充不了电，那再往这边靠到这边还是充不了电，所以说只有在这个中间这个区域啊，大家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后排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啊，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储物的啊，然后这一个充电口，然后在这个空调出风口，还有这个开门 MG 的这个 logo， 四个门都有。车上呢随时备一款毛巾，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就擦一擦啊，那不干净的时候就擦一擦。特别是这边啊，这边很容易，然后有指纹啊啥的。我车里面随时都准备有这个湿巾啊。然后反正我觉得真的开车的都有必要，然后准备一下，然后还有纸巾啊啥的。这是那个眼镜盒，还有一把雨伞，别的基本就没啥了。好了，那今天的关于名爵王阿尔法的这款车呢，就暂时先聊到这里。还想入手这款车的朋友呢，还有别的疑问可以就是给我留言或者私信啊，都可以，然后我知道的都会一一解答啊。虽然说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会把我真实的感受然后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好了，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下面说重点啊，原本我以为去这个劳动局仲裁委员会立案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之前也没有遇到过。Hello， 大家好，我是 Fly。不知不觉我辞职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时间是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上家公司我为什么会辞职。我入职的这家公司，它是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也就是今年的2月份、2月中旬，然后我才开始成立的。我是2月17号去上的班，做午休的，朝九晚五啊，中午呢还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每个月的15号发工资，就在上个月3月15号呢。我们的工资是人事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都发了，当时也没有几个员工。那么就在这个月的4月15号呢，其他员工的都发了，还有我们3个人没发。4月15号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
给我说，因为银行那边有点问题，说你今天的工资然后发不到手了。那天刚好是周五嘛，他说最迟下周一应该，你就可以拿到工资了。他当时这么一说嘛，然后其实我是也是有点稍微怀疑的，因为为什么说稍微怀疑呢？因为其他的员工然后工资都到账了，然后就我们三个的，然后还不能到账。其实当时办工资卡的时候，都是一起办的，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过来，一起给我们办了工资卡，所以说也是同一家银，都是同一家银行的，其他员工都发了，为什么我们的发不了呢？是不是？又不是说，有好几家银行，不同的银行，对吧？这我也可以理解。当时我听了他这么一个说辞，我是觉得，不太可信的啊，可以这么说。然后后来又到周一的时候呢，工资不还是没到账嘛？没到账，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然后给老板，老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银行那边反正还没弄好，就是那边的问题，他说再过两天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又等到了周三，因为周三那天没到账嘛，我就觉得老板说的话挺不靠谱的，他可能是就是故意想拖工资，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靠谱的，所以说我就提出了辞职，然后我觉得在那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你上个月的工资要不到，都还没到手，你在那干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然后我就有那种想法了，我准备第二天去仲裁他。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跟我说，能不能再宽限的几天？他说，到月底发给我，也就是四月底发给我。我说不行，那时间太长了，对吧？然后他又说了一大堆废话，他就说26号给我，也就是昨天一天他也没给我。然后，昨天上午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信息了，他说能不能再宽限他两天？然后我说这个月月底给我。其实我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都不会再相信他说的话了，挺不靠谱的，真的挺不靠谱的。然后呢，今天上午我就去那个市北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然后做了个登记，做了登记之后呢，然后就问我就是，公司的名字叫什么，然后有没有注册，知道不知道，就是公司的信息啊。然后报了之后呢，人家那边就查出来，然后给了你一张表，然后把你的这个，请求，然后写在一张表上面，人家有一个模板，然后你按照那个模板填就行了。写好了之后呢，就是白纸黑字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在上面签了个名。人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先调解啊，就是他们那边调解。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在10个工作日内他还没有不给你工资的话，你到时候就可以就是申请就是仲裁。当然了，仲裁的时间比较长啊，60天之内，然后会出这个仲裁结果。我这么一想也行啊，就先调解。调解的话是他们那边来调解，就是律师会给老板打电话，然后来调解，然后就是说看能不能让他发工资。当然了，我觉得人家那边律师给我们老板打电话来协调，跟我跟老板打电话来协调，那种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我也希望就是在这10个工作日之内我能收到我的工资，不用去走这个后面的这种仲裁程序啊。反正老板他不说不给，反正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就挺扯的。如果说你们的老板有拖欠工资，不要怕，或者说没给你交社保，或者说没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没关系，都可以去劳动仲裁局，都会给你解决这些事儿。我觉得你这些问题到那边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当时我去的还是比较早，9点多一点，好像我是第一个人。然后，我填了一张表之后，然后就有一些人过去了，大概有三四个人。然后就去了，就短短的那么几分钟，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青岛这边有很多公司都是拖欠工资的呀？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在我之前做咖啡师的时候，最后一份工作，那家店吧，虽然说不盈利，
但是每个月都会按时发工资啊，真的是不盈利都会按时发工资，因为他知道，不按时发工资就意味着什么，对不对？除非他店不想开了，是不是？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说，你以后也遇到此类问题，有老板拖欠工资或者什么劳动纠纷的，大家可以关注我，然后我这边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对不对？你也少走一些弯路，是不是？把我的这个实战经验然后分享给你们。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早日拿到工资吧。啊，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啊。先往脸上涂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五月的最后一天，马上进入六月份了。青岛呢也在慢慢的进入夏天。那么接下来六月份呢又是一年一度各大电商的年终狂欢季啊。大家都知道呢，各大平台的预售已经开始了。昨天呢我也在网上买了一点东西。我买的其中有一样东西呢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买过的，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用过的。虽然说青岛的夏天不怎么热，但是我感觉紫外线还是挺强的。本来我就是那种就一晒就可以就立竿见影，那么我就想呢，是不是得买一点防晒的这些产品护一下我的皮肤，不能再黑了，这样黑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昨天已经到货了，那么现在呢就来拆箱看看。啊，这就是我的快递，太香了。嗯，哇，第一个就是防晒霜，就这个。嗯，等一下这三个拆好了，然后我来试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之前有用过这个品牌的，然后感觉用的还可以，毕竟我的这个头发比较软，然后需要每次洗完头发吹干了之后都需要发胶来定型。嗯，这个先放上啊。接下来呢主要是看看这个东西然后是怎么样的，等一下研究一下看是怎么用。哇，太阳好强啊，今天的天气很好。先来看一下说明，使用方法是外出前15分钟去适量本品与掌心均匀，拆开看一下。哇，就这么小，好小，50克啊。哇，太深了。我挤了这么一点，不知道够不够。嗯，多挤一点吧。我去拿个镜子来，先往脸上涂一下。它这个东西涂上，它不是说光滑的，它不像那种润肤乳涂上光滑的感觉，这时候好像有一点。嗯，因为之前研究了，买之前研究了一下，就是据说它是颗粒的。哎，刚来快递了，嗯，朋友的快递帮他收一下。就是涂的时候往一个方向去涂，不要是这样来回搓，嗯。嗯，据说那样来回测的话，那层保护膜就被破坏了，就达不到防晒的这种目的了。脸感觉好油腻啊，有点油。然后再把手上这个抹均匀，我觉得手上涂不涂就无所谓了，主要是脸不能黑。嗯，我已经涂好了，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效果。然后其实今天我已经在太阳下面已经晒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吧，我觉得。嗯，然后我准备
现在五点了，我准备等一下出门，现在的阳光还是挺强的，准备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嘛，准备出去用无人机航拍一下啊。最后呢，我希望我用了这个产品这个夏天如果说像我现在这种皮肤的颜色就可以了，我不奢求然后它变白或者怎么着啊，就保持我现在这个皮肤的肤色就 OK 了。好了，本次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这是我618开始之前，然后也不能说开始之前吧，说其实已经开始了啊，618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然后买的一些东西，然后一个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两瓶发胶，然后还有就是一袋洗衣粉啊，然后在618的时候我可能我还会买这个相机吧啊，准备升级一下我的这个相机。好了，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这就是我618活动开始的购物清单。朋友们，我第一次在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啊，这个东西呢是我前两天在刷这个某音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正在卖口罩，然后我当时想我也快没口罩了，所以说就准备买点然后备用着。当时呢听他们的介绍，然后感觉还不错，那个销量呢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呢后来我就入手了啊，第一次在直播间买东西，以前我都是选择京东自营啊，或者说淘宝啊，不知道这次直播间买东西会不会翻车啊。接下来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这个包装啊不咋样了，说实话真的封箱的时候哇是这样子，一共有五包啊，然后我每包十个，还不错啊，看一下，然后里面还有合格证啊，合格证这应该是一个品牌的啊，应该是一个品牌的，我去，这怎么这么长一根头发，应该质量还不错啊，然后下面呢先来拆一包看一看，看一下这口罩有没有异味，我最怕这口罩有异味了啊，因为有异味的话戴上会很不舒服。好像还不错啊，这是合格证啊，我买的是大号的，之前我买的是中号的啊，我等一下试戴一个看看，今天它这个大号的戴上效果会怎么样，会不会勒啊，之前那个中号是在楼下的超市买的，然后戴上的话会比较紧，感觉很勒，然后当然了我那个口罩也不是戴一次啊，我去洗个手吧，然后我感觉刚拆的快递应该很脏，然后刚还有头发啊，这么长的头发，所以说我现在去洗下手，然后我再来试戴，不要污染这个口罩。A few minutes later， 好，洗完了手，然后下面开始试戴。先从最外面拿一个，再次闻一下这个味道。好像没有什么异味，然后这个看着挺大的啊，看着挺大的，然后这上面呢也印有他们的 logo，
然后看他这是不是哦密封的，对，密封的，听到声音了吗？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可以先试戴一下。哇，这个尺寸戴上刚刚好，怎么样？我感觉还是还不错啊，五包50个，然后是20多块钱吧，大概一个差不多5毛啊，这样子。好了，第一次在直播间买东西没有翻车啊，希望呢以后我可以在直播间然后淘更多的好物啊。以前呢我都会选择京东自营类的东西，因为比较放心嘛啊，觉得品质有保证。所以说我要打破以前的那种传统观念啊。好了，这次分享就到这里。青岛的这两天天气又回暖，就趁着这两天天气比较暖和出来拍一拍，过两天青岛天气就又冷了，那个时候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拍摄时期了。我们今天在这边看看这边好漂亮啊，这边是真的好看啊。尝试第一，我拍一个看看，站路中间拍一个看看，等一个车过来，车来了，哇塞，第一我来一张。前面有一个电动三轮车开过来了，赶紧再来一张。S 弯道，就站这拍吧。还有一个骑车的，可以拍一拍。让它稍微骑远点再拍。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来车了，看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很漂亮，然后又倒映在这个湖水中，漂亮吧。来一张，突然间看到了这个有一片枫叶飘在这个水上，拍出来应该也不错。这边这个倒影呢就比较现代化，不是太好看，房子高楼林立，前面还有一个小水家，有没有看到？还能不能给小水家拍一张？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枫叶也很好看，我觉得好独特，可以来一张。哇，风吹着还有落叶，
找一个好的角度。逆光拍出来应该很好看。这样比较好。这里刚好有一个清洁的阿姨正在扫地，可以来拍一下。机会放低一点，我觉得这样拍出来效果会比较好。靠近这个马路牙子，利用好这个线条。我去，这枫叶红的很好看，来一张。哟西，漂亮。嗯，再来一张。来一张。突然间看到这个银杏树上面有一个鸟窝，来一个。OK。Hello， 大家好，我是 Fly。 今天呢，给大家聊一聊我曾经的咖啡师职业到底赚不赚钱。我从事咖啡行业应该有五年了吧。我最早接触咖啡是在上海，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年的三月，对，3月18号。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可能会更早的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最初到上海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个咖啡馆学习咖啡。然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家里面。由于我爸妈呢见识比较浅薄，然后他们觉得咖啡厅这个工作场景不太正经，所以就不同意让我从事咖啡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也就听从爸妈的了，然后做了别的工作。后来呢，我对于咖啡这个职业还是耿耿于怀。大概过了2年之后呢，我就默默地找了一家咖啡馆，就是2015年的3月17号，找了这份工作，3月18号去上班，从此开始了我的咖啡师职业生涯。那刚入这一行呢，没有工作经验嘛，然后工资也特别低，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实习期薪资是2800，再加上全勤奖是200，就没有别的了。住的话，老板是管住，然后是两室一厅，宿舍的环境还可以。吃的话，餐补是实习期每天10块，然后就一个月就是260，没有别的了。由于我当时咖啡小白，每天都需要学习，看咖啡这方面的书籍，练习咖啡技术。经过我不断努力学习呢，然后工作态度也比较好，也比较勤快。大概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被转正了，然后底薪是加200。也就变成了3000了。
然后餐补的话每天是提供到15元。嗯，当然了，学习咖啡这个路还是很长，不是说一个多月就能学好的。然后那个时候，一个多月吧，只是初步对咖啡有一个了解，然后真正的需要学习还在后面。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应该是至少3个月加一次薪资，也就是底薪加200。直到大概有一年之后吧，我被升职到水吧主管。当然我每天的工作不只是只有咖啡，还有港式奶茶呀、软饮啊等等，所以还有鸡尾酒。鸡尾酒是后来加上去的项目，那个时候我们老板还重金请了一个芝华士中国区冠军来给我们培训。培训了大概有十几节课吧。当然了，老板没有收我们的钱，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签一个协议，就是自从培训之日要在那里，然后最少干满一年，不能说你培训了之后学习了然后你就走人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我是老板，我可能也会这么做啊。直到2017年7月底的时候，我记得我拿到手的工资是6000多一点。对，这个只是薪资，然后还有其他的福利。老板会隔三差五的会请我们去吃饭，然后还有唱歌，还有每年一次的集体旅游。住行呢都是老板全包，住五星酒店，当地的五星酒店。主管级以上呢每年有13薪，店长有14薪。干满一年有3天的带薪年假，2年有4天的带薪年假，以此类推啊。直到7天的带薪年假，也就是最高7天。老板对我个人还是特别好。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对了，还有就是每年过完春节还有开工红包200块，每个员工都有。然而这么好的一切直到2017年7月戛然而止。由于我的人生规划呢，然后我就选择了辞职离开了上海，后来又去了南京待了2-3个月。南京那边的咖啡师工资也不怎么样，也就三四千块钱吧。后来又到了苏州的咖啡师工资跟南京也差不多，咖啡氛围也远远不如上海啊。虽然说它离上海很近，在苏州的咖啡师工作呢也没多久，也没做多长时间，后来就选择了创业，开店了1年，然后来就来了青岛。青岛虽然是一个依山傍海、比较隐喻浪漫的城市，但是青岛也是一个低薪资、高消费的城市，咖啡氛围也是比较落后啊。具体的薪资我就不多说了，这边咖啡师专业度也比较差，有的甚至奶泡都打不好，都称自己为咖啡师。我还是觉得真的有点搞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这些年的咖啡师职业经历感悟。你说赚不赚钱？我觉得咖啡师这个职业呢，在一线城市薪资待遇还是可以的。只要你努力，二线以下的城市都不太行。想入咖啡这一行的朋友们，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可以长按点赞、关注、转发，感谢你的支持。